原标题，他17岁时就张爱萍一面，张当副总理后想找他却找不到张爱萍上将，是个多面将才，带过步兵，带过海军，带过导弹兵，还带过骑兵，当过骑兵团长。他当骑兵团长时当的是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委，军政一肩挑。有趣的是，在一次与马家军的战斗中，差一点就光荣了。救他的是小警卫员张来发，那是在红军东征时，一次张爱萍率部追击马家军骑兵，把敌人打得逃进了一个叫做宁桥梁镇的地方。马继军在镇子里负隅顽抗，张爱萍下令封住东南北三个门，只留一个西门，然后自己率领一个营徒部进镇战斗。他们开始还比较顺利，可走到镇子中心时，突然哒哒哒子弹飞过来，前边的战士被击中，后边的战士立即卧倒，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，部队无法前进。可是张爱萍却查不出来敌人的火力点在哪里，于是带着警卫员张来发悄悄撤回去，钻进路边的一个民房，爬到楼上，踩着一个凳子从窗外去查看。原来街道的十字路口敌人筑起了一个工事，工事后藏着一挺重机枪，旁边十几条步枪一起朝着红军开火，把你的20响给我。张爱萍对张来发说，张来发把驳壳枪递给他，张爱萍于是瞄准十字街的敌机枪，啪啪啪三枪就把马家军的重机枪打哑了，啪啪啪他继续挑着敌兵一个个点着他们的脑袋开枪。在他正打得痛快淋漓时，哗啦，张来发猛的一脚把他的凳子踢翻了，张爱萍从地上爬起来，十分恼火，大喝一声，你搞什么鬼。啪，一颗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来，射进了墙壁中，要不是被张来发这突然一脚，子弹就击中张爱萍的胸口了。原来张来发救了他一命，由于张爱萍打掉了马家军的机枪，趁着敌人火力减弱之时，被阻止住的战士们一跃而起冲了过去，很快占领了镇子，只有少数几个余敌从西门逃跑了。这一次张来发救了张爱萍一命，令张爱萍一生都难忘。后来他多次说，彭雪枫师长就是这样露出了一个头就被敌人击中牺牲了。张来发当时只有17岁，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张爱萍去了新四军，张来发则去了八路军，两人断了联系。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，张爱萍做了副总参谋长，一直打听张来发的消息，怎么也找不到。1960年春，张爱萍突然接到一封信，拆开一看是张来发来的。信中他简单叙述了别后之情，说自己后来去了贺龙的部队，再到了一野，解放后转业留在新疆，这次因患关节炎想回老家江西一趟，意思是缺少路费。张爱萍立即叫夫人给他寄了一笔钱，嘱咐他有困难再来信，还请他到北京做客。可是他没有来北京，以后他又杳无音信了。后来张爱萍当了国务院副总理，谈及当年的救命之恩，感慨地说，他完全可以来找我，让我帮着解决一些困难，但他没有，我当了官他却失踪了。这是一个多好的同志，他决心去寻找张来发，竟然怎么都找不到。后来张爱萍把此事写成回忆文章发表，最后呼唤说，来发同志，你在哪里。然而这位张来发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